好，我是秋木世子。然后今天的这期视频呢，主题是要把我从六月底到七月初，七月中旬买的一些快递要给你拆箱。然后我攒这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七月末的时候，七月上旬，就是从七月一号到七月十号这段时间里面，我是在学校的考试周里面，然后我又需要计划录了很多要录很多的舞，所以说我就把衣服全部都寄回家里面来了。所以说，那么我们开始吧。今天的穿搭呢是一个短袖的黑色 T 恤，然后裙子呢是七月半家的裸毛海，然后旧面料，我觉得超好看。就是它是一路视频真的是紫色的那种，但它现在是一个蓝调的裙子，就是蓝调也很好看，然后视频的紫调也很好看。那么我们先首先来拆第一个快递吧。第一个快递是我真的就是想了很久的，因为我买这个快递，它是最早买的，花了我4000块钱。噔，苏宁易购，你知道是什么吧？应该是一个电子产品。那么话不说，我先来开箱啦。是那个苹果新出的 iPad Air 3，我终于是一个有 iPad 的人了。那么我们开始吧。对呀，我把学院码给撕了。我做完一个会的话，再换。沉甸甸的感觉。我把这个盒子放在我身边，让你们看见这个。我觉得特别佩服苹果这个设计，就是它那个开特别难开，但是又怎么说又能打开，就是不会让手机那么容易掉出来。噔噔噔噔，里面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然后苹果里面除了这样一个板，哇，真的很轻，就是一本书的感觉。然后是这个是什么？啊，上一个视频刚结束了，我也不知道结束在哪里了，反正那就接着继续说吧。然后是跟一本书一样轻，然后还很薄，比那个2018要薄。然后里面是三包凭证，然后一个充电头，那个Pad专用的，然后还有一根线。但是为什么现在苹果是Pad产品不送耳机吗？就是那种线的耳机，反正是没有的。第一个拆推视频结束了，等我有礼物会跟你们分享，小心翼翼的收藏。然后跟这个Pad配套的Pencil一代的笔，买这个Pad就是为了用这个笔吗？要不买它干嘛？拆开，说实话，其实我大部分快递都是为了这个 Pad 买的东西，就是这个 Pad 配套的，所有的像什么，哇，这个是什么？啊，他送了一个就是可以充电的这个接口，然后还有一个笔芯，然后我准备把它插上。然后就是重点啦，就是这根，拆掉了这根笔。这根笔比平时的笔怎么说呢？握起来就是明明看着是跟平时的笔是一样粗细的，但是可能要细一点，所以说要套个保护套才稍微会好写一点。然后保护套我也买了，待会儿再分享。然后咱们把这个也收起来。好了，正活系列给你拆完了，不用看别的了。然后是第三个东西，好像是一件衣服。我和妈妈要录一个稿子，我拉着我妈要跳舞的，继我爸出去门后。啊，对了，刚才那个 iPad 其实吧，我没有什么就是用，说学习吧，这个肯定是个借口。拿来用 iPad 学习的人，那真的是自制力非常优秀啊。然后我买它原因就是因为我的怎么说呢，我的室友有两个人买了，就是那种小孩的心态，就是别人有的我也一定要有。于是我找我妈，就是我妈慷慨资助了我1500，然后我一共花了4300，是笔就是 Pad 和这个笔一起4300买下来的。然后因为我是学生嘛，然后我拿学生证去那个苏宁易购官网去认证，然后他是会送一个 Beats 所有森耳机。然后我那个耳机因为我还没有收到，因为我还没有确认我这个 Pad 可以用，所以说我还没有去找客服要。所以说呢，我即将拥有一个所有森耳机。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蛮划算的。然后学生的话，还有高考以后的学生都可以拿自己的准考证还有学生证去淘宝的苏宁旗舰店验证一下。然后就是要说这件衣服了啊，这件衣服是一个我买的，是一个好像是大雁啊，是去了一个旗袍，我和妈妈要一起穿旗袍录一个舞，然后过几天就去录，然后大概7月下旬会发出来。然后这件衣服就不展示了，因为到时候要录给你们看了的话就没有惊喜感了。然后再开下一件，然后这一件好像是一个美瞳，因为是我最近刚买的，然后它今天上午才到的。啊，
确实是美瞳。我的美瞳之前是从大概一八年十一月份左右，还是反正就是很久之前我就已经开始戴日抛了，然后是在港妹的那个视频里面，然后一直跟着他们家，他当时是一家那个陆聘买的，然后一开始他们家是淘宝店，现在已经改成就是那种网页格式的了。然后因为戴他们家的美瞳还就挺舒服的，然后我就一直在买。然后因为是日抛，我实在是有点承受不起了。然后因为每天现在要直播嘛，每天都要戴，然后一天一副的话有点太贵了，所以说我这次买的是月抛，给你们看一眼花纹。哎，我上次是不是推荐过呀？是这样的一个花纹，就是你看它现在这个很简单，但是它戴到眼睛上面会有三个闪，特别。刚才手机没有电了，我现在的视频都是，我要的视频都是拿手机拍的。然后刚才不知道这个花纹有没有看到过，就是这个花纹戴到眼睛上是三个闪，然后直径是14.2的。我的眼睛不是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就是刚刚好的一个尺寸，非常的适合我。然后再开一个灯，这个是他们的故事会，他们家的那个发饰，我买的陆母要用的。我现在陆母的好多那种软妹的发饰都是在他们家买的，就他们家有配套的耳钉，然后不是很贵，然后发饰也不是很贵。然后又很好看，然后已经是很多不知道几次买他们家的东西了。然后这次买的是因为我要和优里约了那个新的舞蹈，我穿的是蓝色的，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蓝色的这样的边夹，然后我给优里也买了一个粉色的，然后那个在我的箱子里边。我还买了蛋糕的边夹，你们可以猜一猜我要录什么舞。然后还有个耳钉，这个耳钉拆给你们看一看。这个耳钉是这样的，毛绒的球球的，我觉得很好看。其实是为了凑那个什么运费的单子的50块钱，然后顺便就买了。因为我还不是特别喜欢戴耳坠，然后还有一个小蛋糕的耳坠，啊，不知道能不能趁这个大家现在这种小蛋糕的耳坠，超可爱，你们要去买买它。当当，这个应该是洛丽塔的裙子。我今年裙子还买挺多的，我还那个跟男老师他们录完舞以后种草了就这样那个蒲公英之梦，哎，好像是这个吧。然后那条裙子超好看，那个尤其是那个衬衫，它这个袖子里面的花是有花瓣的，特别好看，一定要去买，十只沙家的。哇，我买的炼金魔法，我忘了店家是什么家了，我上面写没写？没有写，到时候看看我做的字幕吧。哎，每次都给自己找事，然后给你们看一眼。我首先是脏的，我不应该摸的。我这条白白的裙子，它超可爱。那是这样子的，我决定上身给你们看一眼。好，接下来就是校服，我买了边夹，然后还有手袖。样子摸起来确实就是怎么说，没有我之前买的其他那种感觉摸起来要厚实，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和价格比起来的话，我觉得性价比还蛮高的。饼图超好看，给你们看饼图。饼图是一只会魔法的小猪猪，小猪猪。然后给你们看看手袖的细节，超好看。然后边夹我只戴了一个，因为用出双马尾。边夹是这样子，哇，原来是这样子。哒哒哒哒哒，好好看。震惊，某18线 UP 主。居然录着录着就换了衣服。好了，咱们接着，我穿这个衣服拆下边的，然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你看看吧。哇，好像是我买的那个和妈妈一起录舞的头饰。我问我妈要不要头饰，我妈说不要，然后我就只给我自己买了。好贵的这个头饰，这个头饰好像70多。是两个这样的，叫什么呢？绢花吗？反正是别头发上的，不知道如果不好看的话，我可能就不别了。然后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我感觉我可以明天穿这条裙子去上日语课。啊，打不开！啊，我买的是啊，我又忘店家叫什么了，买的改睫毛，然后好像是小正义他们家的吧，然后是买了两盒下睫毛，这样，哇，冰魄爆出来，这样的下睫毛，然后还有两盒。这个样子的上睫毛，然后录舞用，因为我现在眼皮虽然割了双眼皮，但是我没有开眼角，所以说眼头有点撑不起来，所以我要去靠那个硬梗的假睫毛来撑起来。然后还送了一个小礼物，可以装一些布丁布丁的小物件。好，然后是下一件这个是那个笔的泡泡，好像不需要讲，不用撕开，撕开了，过年了。
买的是一个粉色的，然后好像是买这个笔套还可以送那个什么好多画画的软件，叫公报吧，公报画画的软件，但是我也不是画画。哇，这个粉好丑啊！啊，踩来了，踩来了！这个粉真的好丑。有个地方，我们这个没有开合照的。然后是啊，这个也是配那个笔的，一个据说是什么隐形眼镜前面的那个硅胶，然后给它做成了笔套的形状，这样的话就是怎么说呢，会保护笔头。长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最后一样东西，最后一样东西是好沉的。那个是 Pad 的保护套，来，给它，我这样放着。讲讲讲讲，是神奴比的拜拜站啊！我突然发现没有神奴比啊，有一个小神奴比，我就是为了神奴比我才买的这个壳，我现在用的所有东西都是神奴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神奴比啊！送了一个钢化膜，打开怎么感觉突然感觉这么大？然后买的是这个带底层的这个壳，然后就可以把底直接搁进去。好像如果要是有这个的话就不跟你去了呢，我白买了呢这个。哎，好啦，今天的开箱就结束了，我待会要去给这个小裙子拍一拍照片，造型我也不会做，我感觉我离了男老师和水老师还有软妹，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会干。然后给你看一下战场，全都是脏，全都是垃圾。